It's been 4 weeks since you called, and I'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you all along. I'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you all along. 今天我要用高丽菜和杏鲍菇来作为大家常菜料理。高丽菜和杏鲍菇是不是大家冰箱里面常备的食材呢？做很多料理都很好运用，杏鲍菇可以代替肉类，切成不同的形状就会有不同的料理，可以做成排类的鸡块、猪脚肉、肉条、鸡丝都可以。频道之前都有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回顾我之前做过的杏鲍菇料理。这次巴拉妈复刻美食系列第二集要来分享炸鱼饼，这是台湾的街边小吃，在高雄的五庙路就有在卖。那我们一起来做成素食口味的吧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订阅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、新食谱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。订阅是免费的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高丽菜和杏鲍菇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，把马铃薯切一半，把马铃薯切片，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来拿去蒸。外锅放一杯水，来用电锅蒸。准备一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切片，把杏鲍菇切成块状，把杏鲍菇放入搅碎机里，可以了，放入盘中。准备100克的金针菇，把金针菇切碎，把金针菇放进搅碎机里面，让它打得更碎，可以更黏。已经打得很碎了，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你们看这样就有粘性了。准备130克的高丽菜，把高丽菜切细丝，把高丽菜切碎，把高丽菜放入盘中。准备一条玉米，把玉米的皮剥掉，把玉米切成玉米粒，把玉米放入盘中。准备20克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条，换一个方向来切碎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马铃薯蒸熟了，来压成泥，压成泥可以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油热了放入红萝卜，把红萝卜炒至变色。红萝卜有变色了，现在放入菇类，金针菇、杏鲍菇，快速翻炒。这些菇类经过油炒过，它会有一点鲜味。我大概炒了2分钟左右，现在放入高丽菜、玉米一起放进来，快速翻炒。我觉得这些馅料先炒香，等一下炸起来的素炸鱼饼就会比较好吃。炒一炒，高丽菜有点软化了，现在来调味。盐一茶匙，白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，二砂糖四分之一茶匙，黑胡椒来一些，快速翻炒，把调味料炒匀。大火快炒，大概炒了2分钟左右，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，可以关火起锅。炒好了，先把它放入大碗中，马铃薯泥也放进来一起，
准备半片海苔，把它剪碎，先剪成条状，接着剪成细细的一条条，现在把所有食材拌匀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蛮有湿润感的。其实我没有放水，是菇类产生的水分。搅拌均匀了，来做素炸鱼饼。来准备馄饨皮，今天买的馄饨皮这边是台币20元，大家可以选择买大张一点的。今天他没有卖大张的，所以我就只好买小张一点的。在馄饨皮上面抹上一些馅料，周围不要抹到，沾上水，折成三角形，这里角对角先粘起来，后面再给它粘紧，压一下，完成。这次的素鱼浆我用了金针菇和杏鲍菇打碎成泥状，再混合马铃薯泥来模仿素鱼浆，鲜味就用海苔来取代。海苔是海底的植物，会带有一些些的海味，很适合用来模仿海鲜类的食物。这个炸鱼饼的蘸酱可以依照个人口味选择，比如番茄酱、胡椒盐、梅粉、泰式酱、辣椒酱，直接蘸就很好吃了。我们家刚好之前有在素食材料行买了泰式酱，所以我打算来装泰式酱来吃。我做了这里的分量，一家人就够吃了，来拿去炸。剩下的馅料就放在保鲜盒里面，放在冰箱冷藏。倒入足够的油在炸锅里面，油温170度了，放进来炸，推一推，让它受热均匀，可以翻面，这样子颜色会比较均匀。颜色有变成金黄色，就可以夹起来了。It's been 4 weeks since you called, and I'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you all along.I'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you all. 来试吃，这次复刻的美食是高雄五庙路的炸鱼饼，给它改成素食的。我来沾看看泰式酸辣酱，边边很脆，馅料呢滑润滑润，绵绵粉粉。真的有像鱼浆，还有一些菇的纤维感，好吃哎，黄黄红红黑黑的，黑色是海苔，海苔的鲜味好吃，还有菇的鲜味也好吃，很好吃啊，不能在外面买素食的。自己在家复刻成素食的，很好吃。炸的时候啊，大家要翻一翻，它的颜色才会均匀上色。好吃好吃，我喜欢吃它的边边，好脆哦。大家还想看我复刻什么美食？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这次复刻来五庙甲点心的炸鱼饼成功，好好吃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， 我们下刀料理见，拜拜。记得留言你想看复刻什么美食哦。